他的招牌。 对的，球，球投，李立打。哎、欸，学长，我要给你多少？那个猥琐费用。你录影吗？没什么多少，反正搞不懂。哎、欸，这棒子还好。放松放松，握都就好。对的。以后再有同样症状再说。哦，好球。然后上方的。哦，问自己。哎、中。对。哦吼。哎呦，他。对，毕竟也很久了。我知道啊，二十年的嘛。 你说他完全没有，我想说啊，这球不会打出来，就球就打出去了，这就被他打了。哦，直接打了。